这甜一直真没啥胃口。今天天太热了，就不做饭了，出去买点吃吧。咱出去买点素菜吧，我也没啥胃口，走吧。买几个烧饼，等会再买一个素菜，一配一吃可得。又整两瓶肥宅快乐水啊，让那颜色，让中午的午饭变得丰富多彩。来个肘子，对，多少钱一个？你人还怪好嘞，说吃素，给自己买个素菜，给我买个肘子。又走那买个瓜，几个的瓜还是一块，感觉一个夏天不吃几十个瓜都没过。菜已经又买回来了啊，简单的搭配了一下，这个烧饼又咸的又甜的。这头这一个肘子，你吃吧，媳妇。你吃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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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吃吧，你吃吧。好。我给你撕点肉下来，你别说我欺负你，给你来点皮。肥宅快乐水。我刚看了一下。嗯。你这个叫茉莉蜜桃，我。啊。是茉莉是这个颜色，还是蜜桃是这个颜色？烧饼有咸的，有甜的啊。有人吃过这种甜烧饼吗？最近的天真是着急人，热的人烦躁。还有骨头放着，肉好吃。这皮是最香的，狗子又享福了。为了让你吃个糊涂，我还买个肘子，吃吧。烧饼稍微来点肉。肉夹馍，那个肘子38，不知道贵不贵啊？碳水加碳水加碳水，等于没有碳水。这种吃法真是巨香。就这个肉加到这个馍里，给单吃肉吃馍味儿竟然不一样，我很好奇。这再吃个西瓜，这搭配都完美了。不是因为我好吃西瓜，是因为俺家狗好吃西瓜。那碳水爆炸的，现在糖水爆炸了。真的，咱买西瓜不是因为小菠萝好吃吗？可是咱家的狗都爱吃。你看，骨头他刚才没啃，你看西瓜他吃不吃？可能天热，他想吃点解渴的东西。他家的狗是不是跟人家的狗不一样？我还再加一个。哇，你这一块的带劲啊，都是皮，幸福感爆棚。我就不爱吃肉，就爱吃这个皮。啊，这一个肉夹馍得20吧？肘子38，15，也不知道是饼好吃了还是肘子好吃了。老好吃。你发现没有？这天热，我的饭量都减了。发现了，大家也翻上了吧？不
知道大家吃过这甜烧饼没有？就是，里边放的是白糖。小时候特别喜欢吃。好，你过来，你站这吧。我。你吃瓜吗？我。吃瓜群上去。还动？拿不动？干嘛喂你？你吃肉肉不吃？肉肉。还吃肉肉还是吃瓜？肉肉。你这不傻儿子？你爸一样。你看，你吃了白给他吃肉了，吃了肉吃瓜，他消化不好。肉肉。那你别吃瓜了，好吧？爸爸。面面，面面，那不是面面，那是菜菜。面面，面面。刚才你妈问你的。你吃冰面没吃？不要。不要，好。别找，别找，别找。你以后该窜席了。姑奶奶，你别吃了，哎、瓜不能再吃，你刚吃肉了。肉肉，肉肉好，再吃一点肉肉，上屋里玩去吧，等会儿。你热不热？咱进屋凉快快。去。马上进入到那种。后周先吃年龄。马上都两岁。两三个月了。你玩快啊！我真的没有见一个特别乖的小孩。都是你让他干啥，他你不让干啥，非要干啥。昨天洗澡嘞，他非要跟他用他的鞋脚着喝洗澡水。你一吵他，他扭头了；你一扭头，他又开始喝了。虽然说不能吵小孩，但真的忍不住。这几天都是家家必备的神器啊，从那压水井里边压点水，泡住。冰镇，那时候还没有冰箱。我记得可清，我小时候家里买都是那种蛇皮袋子，买一兜子。以前都是用买换西瓜、换苹果。我用那个啤酒瓶子换过雪糕，你换过没有？好像两个还是三个，换一个雪糕。吃饱喝好了，今个没吃太饱，主要还是因为天热，大家多注意防暑吧。今天视频到这吧，再见。再给小菠萝来个大瓜啊！